校长、评委们、老师们、家长们、同学们好，我们是来福士女子小学的吴苑、悉尼、尾田和尾生。我们组的歌《我们会再相遇》的主题是友谊，我们会再相遇的主要是为了毕业学生而写的，因为这首歌描述了和好友离别的心情。我们同时也想用这首歌安慰他们，不要太伤心，因为他们一定会再相遇。再相遇是这首歌的核心，也是这首歌副歌里的一句，更是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。我们会选第四首编曲，是因为它曲调轻快，适合我们歌的主题。我们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及期待，所以较快的旋律符合我们歌的内容。在填词时，我们以再相遇的中心填入副歌里，然后把其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填入主歌。我们利用主歌的内容凸显副歌，将把我和朋友在一起做过的事填入主歌里。我们的歌词创作灵感也是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吸取来的。主歌一写的是两人的调皮捣蛋，主歌二写的是两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让听众明白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，也让他们更加明白离别时的心情与期望，也就是副歌的内容。主歌二中有一句互相抄对方的笔记，也是学校里常见的事情。有时我们也会让老师为我们生气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为了让歌词有一个淘气顽皮的感觉，我们就加进了一句让老师为我们生气。最后我们前副歌的部分为主歌一和主歌二做出一个小总结，把朋友之间的默契、共同的欢笑、哭泣等内容填入，把凸显出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，凸显出在副歌中朋友们无论分隔多远都一定会再相遇的信念。创作时自然有苦乐，我们需要经常修改词曲，也要每天把词曲电邮给老师，电邮给负责老师。更何况当时我们这样考试，所以我们要边复习边创作，我们也得在放学后见负责老师，向他交代我们的进展。虽然这样增加我们的压力，但是我们都借用这个时间来发挥我们的长处。这个比赛让我们学到了作词作曲的要求，也让我们对创作有了更浓厚的兴趣。我们想感谢主办单位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请评判发问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 My test one My test one two one two my test。 好，那你们是怎样选那两位就是女学生来演这首歌曲？你们为什么会只选两位，不选多了几位？那是因为我们歌里的我和朋友是两个人，虽然这首歌可以给适合所有的人，但是大多数的人是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，是一组的朋友来的。好，不用紧张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是怎么安排来的？
与歌手的对唱。因为在我们听的很多歌里都是一个人唱主歌一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唱主歌二，然后他们在一起唱副歌，所以我们也就是跟着这个形式来安排这两位歌手唱。您觉得两位歌手的声音是可以配合的吗？虽然两位歌手的声音有一个是高，有一个是低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融合得很好，也让我们的歌更多样化。好，谢谢。